香港，一座极具电影感的城市，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它自带的胶片感，即使是行驶过的街边，也是最好的背景板。如果你也是个电影迷，这里极致的色彩会让你念念不忘。时隔三年，我最想去看看香港的海，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。最好的方式是在携程上租一辆车，平台可以送车上门，车型选择也多。来香港只需要提前换好国际驾照，就可以畅行无忧。自驾旅行途中就会非常轻松，一下车就看见日系满满的坚尼地城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但是吹吹海风就很舒服。我又自驾去了西环永鹏，小小的木栈道延伸到了海边，恰好构出一幅完美的画面。五一旅行就选择自驾租车吧，热门境外目的地租车8折起，上携程搜索"去也就自驾"233立即抢购。